Hello， 各位爱潜水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单蹼这一块效率高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踢长蛙鞋好了，你看我们的蹼面只有一个长条形，对，单蹼是一个广的，吃水的这个量就差异很大。那这样单蹼其实最大的差异是，它有导水条，在你踢的时候它会稳定的蹼面。你有没有发现两边消下去了？对，消下去了。最主要是我们在踢的时候呢，这个蹼会弯下去，然后弯上来，旁边会弯折。每一个人的角度不一样，他们会去试踢，然后去切一个角度，一直切切切。照一下我的磨脚的小法宝，这个其实是跳芭蕾舞的，他的鞋垫。阿伦教练，小法宝原味脚套。但如果要挑选自己的单蹼的话，多买几双试试看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双也才20000多。没有啦，多方咨询其实就可以找出真的适合自己的蛙鞋，去了解每个品牌 的方向，他们的专业上面，对，毕竟有休闲单蹼跟竞赛单蹼上面的。